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凯，欢迎到我的频道。那么稍早官方发布了这一次鬼灭合作的抽卡特效，我们就一起来看吧。果不其然，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哦，就是在这个盒子里面，然后就可以抽卡。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这次抽卡就直接公布结果了，并不是公布象征主角的一个物件。然后并且我们也可以从这次抽卡的过程看到哦，这次会有专属的卡片卡背。那并且在抽卡的过程中呢，会有一个人影闪过去，抽卡瞬间很快闪过去，很快哦，然后出来就是那个角色了。那并且呢，这一次呢，除了这样之外呢，在卡片的卡背也会有这一次鬼灭的一个背景，长这个样子哦，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一次抽卡机的一个原貌了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，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关于新的影片，别忘了看一下你的 Daniel 以及分享小铃铛。下次有新的影片就记得通知你，我是安凯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